被现实摧折的大人无法理解少女的纯真。崇拜金钱并非信仰，保持纯粹才更显珍贵，传递美好。捣乱的人另有安排，点亮希望。没有信仰的头脑当然愚蠢。商业之神的职责可不包括扮演圣诞老人，但愿赌服输是我的契约精神。天真并不可笑，可笑的是自诩成熟的大人。童话书里不会写圣诞老人赢得赌约，商业之神被迫上岗。我不会回来，但童话会延续。我了解人性的疯狂，却被纯净的心灵打动。我原以为在利益至上的时代，童话早已失去了光彩。信仰是一种能力，让童话照进现实。烟火散在雪地，温暖就是世界的底色。由信仰凝结的心愿点亮了圣诞之夜，绽放精彩。这圣诞服虽然朴素，但能回应孩子们的祈愿倒也有几分价值啊。执掌交易的神明偶尔也做些派送礼物的亏本买卖。钟声已然敲响，美好如约而至。